项羽打夏洛特确实按着打呀，是吗？哦，我怎么感觉我没怎么按着别人打呀？你看看夏洛，我项羽是不是按着夏洛特打？听说你按着我打，怎么样？我的拉扯厉害，看我拉，七星光芒剑是吧？然后呢，还敢吗？啊，我还是好像有点克制啊。是挺好打的，夏洛特打项羽，不得不说啊，真吊打啊，智慧的小脑壳。不是吧？等我把减四滴弄上来后，我这个二技能疯狂回血暴击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到时候怎么死。爆炸！回血暴击！八千之力活在！哎，让我摸一下哈，谢谢。让我摸一下，暴击，回血，暴击。